什么时候开始感兴趣的？大概就是忽然有兴趣。那小棉花长得漂不漂亮？大街上随处可见吗？你这嘴怎么这么毒呢？怎么能这么说人小姑娘呢？实话。好吧，人小棉花说你这长相也就还可以，平平无奇。小翟同志，请勿打扰。看吧，我去睡了啊。哎，把门关上，出去，把门关上。晚安。信任我，你是我同学吗？才2点多，地铁没了，要转车。明天你让司机接鱼图吧。这么做好像有点不太合适。好，对了，好像忘记加鱼图微信了。那你只能去打别人了。小莹只能打别人，虽然是事实，但是你也自恋的太明显了吧？跟别人说吗？我能打定别人吗？打不过，把手机给我。那我去了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你有预定吗？许先生定位。好好的，请随我来。我给你交钱，我跟你说多少钱，你给我不买，现在赔了吧？啊？傻了吧？师傅，师傅，哎，玉图，哎 ，Hello。哎呦，称霸了两大专业的大才子来了，欢迎欢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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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没来晚啊！来晚了，迟到了啊！你们俩，哎，迟到了。你们俩怎么一起来的？嗨，陆家嘴就是这么大，路上碰见了，碰上了。同学们，今天鱼图能来啊，我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们了呢。你说在学校的时候，他不是泡在图书馆，就在别的系，是不是？也不跟咱们玩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航天学院呢。也不是吧。在球队，鱼头还咱们系的主力呢。对，别球了，篮球、足球，你说篮球，你
胡说八道，我是篮球队队长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当时是球队中锋，对不对？那于彤哪个位置？怎么这么多年曲明还喜欢酸你？你都跟夏晴分手了，理由也不存在了呀。曲明，你不是夏晴也来吗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应该是在路上了吧？夏晴啊。哎，艾玛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说，吃饭的地方就离你酒店两步远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哎呀，你先忙，没关系，咱们下回再约，好吗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拜拜。北京临时有急事儿，现在刚赶到机场。哦，哎，这怎么没给你打个招呼呀？说了，刚要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那太可惜了，咱们大家这么久都没见。是。夏晴在微信群里跟咱们道歉呢。哦，本来约好今天和大家聚会的，昨天临时有事儿回北京了，忘记跟你们说了。哎，曲明。你不是说夏晴今天刚到北京吗？这怎么？点菜，点菜，对对对，点菜，点菜。哎呀，就怪你们刚才那么乱，我都听错了。不管他，不管他，点菜，点菜。魏队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还搞什么同学聚会给我践行？践什么行啊？明明就是想约夏晴，甘愿约不来。一定得去啊！这倒是把你给约来了。不怕你把他给比成狗啊？90年的拉菲，年份不错，咱们畅饮，畅饮啊！哎，对了，于图，那天我遇见一个隔壁班的，他说你去他们公司应聘了，叫什么名来着？哎，中文名我给忘了，反正就在那个人旺手底下，国资的。哎，于图不是在航天研究所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于图，你是要跳槽啊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你要是现在出来，就跟重新开始一样。薪水你们猜怎么着？跟应届毕业生一模一样。喂，喂，晴晴。你让我来买色狼，你猜我碰到谁了？八十个英雄总教头于老师，你知道啊？我知道，他去那里吃饭才想起他们家色狼。你买了色狼就回来啊，千万别去找艾德文，回头又不肯收钱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我买个色狼找什么老板啊？哎，我就在这旁边坐着，于老师就坐在我对面。你别去打扰人家哦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可是我看到有个朋友对他特别不友好。说话还讽刺他，老难听了，气死我了。有困难也没事啊，好老同学，老同学帮你引荐引荐。啊，他在保密单位工作，辞职要拖密期的，你明不明白？你懂不懂？你不明白别乱说，你别把人夏晴过来跟你约会，你回头把这点打这儿了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只活三十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这么急干什么？时间还长，过一段时间再看。哦，我忘了，您是大科学家，自然瞧不起我们这些搞金融的。第一个门字就不用带了。曲明，你别这么玷污于图啊，他没有瞧不起咱们这行的意思，而且搞科研的还是搞金融的，没有谁比谁厉害，谁比谁不厉害，但是做人呢，格局却有大小。哎，怎么了？